大家好，巧虎今天要给大家带来新的游戏，一起来挑战加法的口算吧。欢迎来和巧虎一起玩数字连连看游戏。数字连连看，认真看清楚画面左边的出题放数。左边，请在右边的砖块堆里找出任意两块砖块上面的数字，加起来等于左边出题框的数字。那然后呢，就点击鼠标的左键，把那两块砖块各点击一下，就可以把那两块砖块消灭掉。消灭全部的砖块，你就可以过关。可以过关，快来挑战你的算术能力吧！游戏开始喽。就是你要点哪两个加起来才等于左边的这个呢？九分别是四加五就可以得到了。好棒！四呢，那就是二加二呀。可是，天哪，没有了，怎么办？六呢？六是一加五。四呢？四加零可以吧？二，零加二。成功，马上挑战下一关。三加二，四，二加二，三呢就是，三加零，七呢就是三加四，五呢就是五加零。四呢就是四加零，二呢分别是一加一就可以得到二。六呢有两个方块组成，那就选择一加五。四呢一加三等于四。五呢就是二加三。九呢就是四加五。这样子成功满分，马上挑战下一关。十五，哇，十加五等于十五，好棒。那这个十五呢？七加八，好棒。还有呢？十八，十八，那就十加八，十一，六加五等于十一，十八，两个九相加就等于十八了。还有哪一些呢？六加六，对哦。哎呀，看错了，十五啊，那就是七加八，七加八十六，十六呢，那就是十加六啊。十四，那就是七加多少？七加七没有了，那就五加九了。十六呢就是七加九，下一个就是六加八等于十四，这样子成功，马上挑战下一关。现在我们要找出两个砖块加起来等于十的，所以呢五加五是不是等于十？十六呢，那就十加六，十加六，十五呢就是七加八，十二呢就是十加二，可是没有二，那我们就找其他的，六加六，因为一个数它不单单是说这两个数加起来得到它，其他的也可以，比如说十九，那我们选择九跟十呢。这个是加起来就是十九，当然也可以选择，这个其他的，比如说哪个呀？没有十，哎，其他的就是这个没有其他的哟，没有十一、十二这些。那比如说拿十八来讲，十八它可以是
十加八等于十八，也可以是九加九等于十八，所以这个就大家来选就行了，只要你选择其中一个选对了就可以了。十加八，十三，十三，或者是七加六等于十三，七加三，但是这里面没有三。算术能力还有待提高哦。意思是我算慢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要继续以更快的速度来，先来读一读我们的这个说明吧。认真看清楚画面左边的出题框数字，请在右边的砖块堆里找出任意两块砖块上面的数字，加起来等于左边出题框的数字。然后呢，点击鼠标左键，把那两块砖块各点击一下，就可以把那两块砖块消灭掉哦，消灭全部的砖块，你就可以过关。快来挑战你的算术能力吧！三，快一点哦，时间。一加二呢也是等于三，所以这次我就要主要是以快为目标。当然了，这个准确率呢也要100%。八，那就六加二没有，五加三，二加二，一加零，六加没有六，那就五加二，二呢是一加一，七呢是四加三，三呢就是零加三，八四加四，十五，那就十加五，十加八，五加十，七加八，那就六加七，十加六等于十六，十七呢是八加九等于十七，十八呢九加九，十四呢是，哎呀。错了，九加五，六加七，成功，马上挑战下一关。十二，没有二哦，那就八加四等于，哎，这个还有其他的吗？九加三也没有吗？八加四也没有吗？七加五有吧？八加十，七加十。十加五，十加六，十加六，九加九等于十八，七加七等于十四，六加七等于十三，那就五加六等于十一，八加九等于十七，十四，那就五加九，这个是八加八，十加五。太棒了，你真是个算术小达人哦！算术小达人哦！再来吧，这次。速度越来越快了。是两个数字加起来就要等于这个数字了。第三关吧，好棒！
是个算术小达人哦。好了，小五的算术游戏呢，我们就挑战到这里了。